消化一会，从台北的到高雄，它各地都有化一会。那我们屏东县的化一会向来都是啊用最少经费，但是是有最大特色的化一会。那么就因为这样子的热闹，这样的感觉，所以就让很多乡镇也希望都能够办化一会。那县政府呢？在屏东这么狭小的县市乡镇，那我们，过去就有恒春的化联网会办个这样的会场。恒春的化联网会可以邀请大概六七千人在那里共舞表演，都是自己平常训练出来的这个团体，这样的。那么结果这样子的气氛也感染到东港，东港幼儿园。在东港西上的水乳化联网会，去年也是由县政府主办，那么办了成功，办了成功之后，东港一大部分人，他们东港是也继续要办。那么桃竹镇在屏东平原的中心的地方，那么县政府呢也不能忽略到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在桃竹也有一个主场。那屏东市呢，屏东市是我们的主场，我们化联网的。大家看到这个舞台就晓得我们这个气势非常啊，这个舞场就有舞场的风范，这个皇后的风范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。那我们今年的跨年晚会，除了这个像陈双、吴思想，就是金曲奖的连续好几年的这个歌手，他们都要到这里表演。那我们还有不能没有你的男主角。东京的这个最佳男主角，那么这个陈文斌，那也是我们客家书局先生，那他也会天才表演的，啊，天才表演的，那这到现场跟我分享这部影片，我在国外、国内都继续反响，不妨反响。那最近呢，马总统还邀请那个歌演。共同去观看这部影片，那么这部影片实际上是扩足人气，非常有感情的一部影片。那希望我们在采接当中，有些没有参加采接的乡亲就可以来观赏这部影片。所以我们跨年晚会比至于台北的跨年晚会，我们是精彩更精彩。除了烟火没有像他们那么灿烂以外，那我们的节目都是棒的。那此外，我们把这些屏东之光很多的杰出的各行各业的好手，他们也都进来了参加这个采接活动。除了这个李鸿庙、妈祖庙的神明跟我们一块草间，这个采接要来祝福我们以外，那么这些一流的屏东的精英，像我们日内瓦发明奖。连续好几年，每年得奖金牌的谢东汉，要跟我们来分享他过去精彩的一年，那么未来的精彩的一年，跨年时大家让屏东之光发光发亮。我们的面包网址响世界的要卢老师也到，单单要加入可能会跨一大联盟，从这个小联盟要跨大联盟，国家的他们这样。很多很多台湾的，那我们刚刚这个在东亚四百届、东亚运四百接力的这个好手，这个教练曾耀群所带领的好手，我要讲，希望过去一年即使有爸妈水灾，可是我们屏东人的强韧的生命力，我们的这一种精英。在各行各业的努力都可以带来过程来度过新的来花一些，所以精彩可期，这个是别的地方的跨年晚会是没有精彩的，欢迎大家快来跟2009收再见，那么迎接会一年精彩一年，希望我们先生大家共邀请我们相信来参加这个精神的方面，好，谢谢同学。